大家好，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，我在北京训练，相信众志成城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韩天宇，我在北京训练，相信众志成城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任子威，我正在北京训练，相信众志成城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。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。科学防治，精准施策。科学防治，精准施策。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组织战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